在这边强烈的请求，请大家帮帮忙啊！你要我跪下来，我都愿意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竹东，而且呢，可以讲绝对是上百万的顾客哈、哦，顾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，尤其夏天暑假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请求各位说帮忙，暂时先把它列为，一定先把它先列为的，列车追踪或者呢，暂定古迹，为了保护它。没有保护它，因为现在至少呢，它的基础规格都还在，啊、哦，它可能又是一个漫长的决战程序。你的整一程序里面，这些授权人一定都要到场，你要让他们知道。你抵押的人也要同时。对，要同时，你不能，不然到时候告那个，这招行政法院大概要输了。对，我们今天的通知是管理员。好的。都在。